都相信那个传说，长生殿的万灵鼎汲取500年天地精气，淬炼上万种药材，才炼出一颗长生不老丹药。为了炼药，皇上祸患百姓死活，不理朝政，抓了很多民间药师，关押在长生殿日夜炼药，而皇上却夜夜笙歌，酒色度日。无奈，即便是九国至尊的帝王，也逃不过生老。皇上，你没事吧？皇上。朕不会死。生丹药吗？清风，你品性最好，有仁慈大德之心，长生殿第19代传人，我就传授给你。世间的事就是这样难以预料。皇帝刚刚归天，这长生丹果然成了。禀公公，长生殿炼成。我们即刻出发，马上赶往长生殿，必须赶在他们前头。无论如何，要把丹药拿到手。你们就是长生殿19代传人。师父走，我也不走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我不走。快走。师父，你们马上赶往县榆村，如果没有收到师父的消息，绝不能回长生殿。师父，快走，快走。丁道长，你赶快把丹药交出来，皇上圣体欠安呐。皇上驾崩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你们是想把丹药占为己有吗？恕老夫难以从命。放肆。娶新娘了，艳福不浅嘛！有钱人就是。哎，三天两头的换新娘，合适吗？是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来，娘子，你小心啊！哇，真漂亮！真是个小美人啊！这姑娘瞎了眼了，你瞧瞧，怎么找这么个人呢？
小娘子长这么漂亮，怎么嫁给那个丑猪啊？哎呀，真是的，哎，就是跟我得了，他就像猪八戒下凡一样，你跟我多好。有点福气，别说哈隐俊了，新娘跟他还挺配，你说是吧？你看多配呀，在一起多好啊。小女子谢过公子。举手之劳，不必言谢。妈，你不要一见钟情吗？这小子想什么呢？就是太不该走了。走，娘子，我们回去。哎，好菜都让猪给拱了。走了走了走了，走吧走吧。来，我们走。起驾。此路是我开，此花是……快跑啊！山贼又来了！大哥，诗没念完就跑了。好了，等我把诗念完，此花是我栽，要想此路过，留下你老婆。怎么又是你们啊？大哥，你怎么又抢我呀？家里为了这桩婚事，把房和地都卖了，我才讨得起这房老婆。你就高抬贵手，放我一马。我今年都28了。控你个拉拉！你看，我们哥几个像没钱的吗？这是我老大。年近25了，只娶了5房妻妾，现在我们要给他找第6房婆娘，给他生娃。这不行啊，大哥，我还没动过房呢。这么说你是童子了？啊，我不信。我也不信。喂，滚！娘子，你就将就将就，从从了他们吧，我们来世再做夫妻。空兰兰，哇，小娘子，我先来了。住手！哟，小白脸，小黑吃黑呀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已经报官了，官兵马上就到了。棍子很长吗？我给你剪剪，剪剪。不疼呀！我会功夫。小子。你这酸败类，读书人怎么可以打架呢？你们快滚！滚！小女子多谢公子相救。啊，不必言谢，路见不平拔棍相助。不对，拔刀相助，应该的。敢问公子尊姓大名，来日小女子必定报答公子大恩。不必客气，小生莫清风。莫清风，
果然是他。哦，我还要上京赶考，先告辞了。公子路上小心。我乃仙玉村村民，待来日有机会再相见。你快回去吧，不要再嫁给那个新郎了，无情无义，这样的人不值得你相许一生。你在看什么？嘘，嘘！你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言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嘘！哎，我在，哎，哎，我懒得跟你解释。我去，哎，哎！追上来，按理刚才什么也没看到。完了完了，我十年寒窗饱读诗书，不能往下看。罪过罪过。公子，哟，流鼻血了。啊，姑娘，小生这厢有礼了。方才经过此地，向补水赶路，无意窥视，小生这就离开。告辞了。哎，公子，你这是想去哪儿啊？姑娘，您看，这天都下雨了，您就让我走吧。休想！奇怪，被咬了应该会变样的呀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婆婆要找的会不会就是他？醒了，你是谁啊？哎，你哪儿来的？废话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哎呀，好了，让他自己说吧。小生只是路过此地。被人推下河中，后来就不省人事了。哎呀，我们是问你，你的样子怎么会这样？对，我样子一直这样啊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就这样。没变过。没变过。一直就没变样。能变什么样？哦。就这样。走，这么早？是啊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
我看是早起的虫儿被鱼吃吧。是他。好好照顾他。有妖怪！公子，你醒了，先起来。怎么是你啊？来，你先喝口水。公子，三日前你和我分别后，你便掉入了水中，是我们村的渔民发现了你，便救了你。这三日你一直昏睡，高烧不止，这其中还做了好几次噩梦。失礼了。哎，刚才那几个妖怪呢？有几个妖怪在这里呢？公子，这里哪有妖怪啊？那是你噩梦作怪，受的惊吓。哎，对了，姑娘，请问你叫？叫我小晴便好。小晴。这里是仙鱼村，是我们的家乡。这里的父老乡亲可好了，我们祖辈都生活在河流边上。世代都是渔民。公子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，这是长玲婆婆，是我们鱼族的，我们村长，村长，婆婆好。你呀，不用这样看着我，肯定不认识我，可是我呀，已经都认识你十几年了。什么，婆婆？你认识我十几年了，那你能为我讲讲我的身世吗？婆婆，又有鱼辈被杀了。什么？又有鱼辈被杀了？肯定是他。发生什么事了呀？没事，你的事啊，以后婆婆慢慢告诉你。你先养好身体吧。婆婆，那他。先不聊这事儿了，我们先出去。公子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待会儿回来找你。禀公公，被他们救走的书生身上有印记，而且他被咬后外貌竟然没有变异。
小姑娘，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？我不认识你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娘亲说，女孩子不能和陌生人说话。嗯，你娘亲说的对。嗯，你是谁呀？你们在聊什么呢？宝儿，我告诉你个秘密。清风哥哥呀，不知道咱们是鱼族，所以千万不要吓着他。嗯。啊，太好了，清风哥哥，我带你走走。好啊，慢一点。卖鱼了。宝儿，我们去玩吧。宝儿。卖鱼了。卖鱼了，看一看啊，卖鱼了，卖鱼了。可以说了吧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？我在村子里看到一个大鱼头，然后还有一群小孩子变成鱼在那跳来跳去。没事，你跟我回去好好休息，多休息几天就好了。不要回去，很危险的，真的有妖怪啊。婆婆说过先不要说出实情，这该如何是好？不对啊，公子，婆婆他们还在村里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婆婆说认识我十几年，肯定知道我的身世。公子，不用担心，一定要婆婆他们很安全。要不然救出来。我到底该怎么跟你解释才好呢？要不，跑不了了吧？哦，是你，我又能找跑？你还好意思说上次是你在那偷看人家洗澡，人家过来抓你，你就跑了，搞得我来替你背黑锅。哼，是你啊！你看着人家姑娘长得这么漂亮，色心又起了吧？你这假道士，我就应该报官把你抓起来。这次你跑不了了。哼，公子，我先回去找婆婆他们，你自己小心点。你烦不烦啊？哎，小晴，小晴，哎哎，你不要过去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！哎，你去什么去啊？他就是妖怪，鱼妖。鱼妖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我确实在村子里看到妖怪了，所以我害怕，我就跑出来。那你还不信啊？他们是鱼妖。上次河边那群是黑鱼妖，黑鱼妖更凶狠。Done!
你要做什么？放开他！不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我跟你拼了啦！我跟你们拼了！小金鱼，我实在是不想为难你，但是你不说呀，跟我到长生殿走一趟吧，到那咱俩好好聊一聊。带走，放开我。这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小晴，婆婆，小晴，公子，婆婆要我去找你，我没想到回来的时候，我一妖他们过来了，把婆婆他们带走了，怎么办呀？没想到你们鱼的关系比我们人都还复杂。行了，你别哭了好不好？我本来是过来抓鱼妖的，你现在让我救鱼妖，不行，我去救他们。哎，你救什么？过来过来过来，他们鱼妖的事儿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啊？什么不关我事？小晴和婆婆他们是为了我被抓的，就算是鱼妖。那也是好鱼妖。道长，道长，别走啊！救救我们吧！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算我送你个人情，拿，就带法器，说不定关键时刻还能救你一命。别再烦我了啊，我还有正事儿。喂，你真走了？灵儿放心，我会想办法找到他们。公子，你都饿了吧？你在这等我一下。我去给你找点吃的。嗯。鲜鱼村养的小鱼都大，该让我尝尝滋味。给我站好！喂，你是什么鱼啊？
灵儿，你在吗？灵儿。想跑，灵儿，你在哪儿？你要是把大爷我伺候好了，兴许我会放你吗？怎么你让阎罗王伺候你吧？有骨气，看你是想找死！哦，是你，公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别过来，我又发气。好厉害啊！行了，这么远了，他们应该找不到我们了，我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。谢谢你啊，道长，我就知道你讲义气的。谢谢小道长救命之恩，灵儿感激不尽。睡觉睡觉。公子，我帮你卸下。慢点啊。如果婆婆和灵儿是鱼族，那小青为什么黑鱼妖一直想抓我？而我跟婆婆、小青素昧平生，他们却拼命保护我。我跟他们一样，也是孤儿，亲生父母都不知道在哪里。本想考取功名，造福百姓，
没想到事情变成这样。别哭了，吃点东西吧。现在我就算考取功名报效朝廷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改变百姓现状。这世上历代王朝的变幻都不过是过眼云烟，其实与这些百姓也没多大关系。来，吃吧。谢谢。我说你们这些读书人呢，就是没搞清楚这世间的险恶。公子，你看，那是长生殿。那里早已经被黑衣妖封锁了，我师父就是在那儿被杀的，我就是从那儿出来的。走吧。你们又让他跑了，只有长生殿的那五个小徒弟才不会中黑鱼毒，长生丹一定在他那里，一定要抓活的回来。是。看来他真不知道他是谁了。嗨，我说傻书生，我上次给你这么多法器，你一个也不会用啊啊！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因为你这破把戏，我你什么你啊？闭嘴！符咒，用心默念，天圆地方，律令九章，万妖伏藏，然后打十字行法。这个叫寻妖罗盘，方圆十里范围内用法心开启罗盘，加上镇妖符咒，指针有异动，找到鱼妖，将符咒踢到鱼脑上，这样就能镇住鱼妖了。哼，还有你别看它只是一袋小小的黄色粉末，但散开的时候那些鱼妖就再也看不到你了，也嗅不到你逃跑的方向了。你这些东西都是找鱼妖和逃跑用的，就没有一样可以镇住他们的呀？哼，镇住他们？他们可是黑鱼妖，哪有那么容易镇住的？啊！你真以为我找不到他？你少在我面前装清高！难道你就不想长生不老？你是谁？长生丹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黑衣妖来了，快收拾东西跑！
他们没事，太好了。公子在里面呢。公子在里面。公子，小心姐姐，公子怎么了？公子已经好多了。灵儿，你再去采些草药来。等公子好些了，我带你们去见婆婆。那我去摘些草药。 你照顾下公子。这些都是什么玩意儿？靠不踢出去！行啊，老子撒泡尿到此一游，舒服啊！等着啊，先杀恶鬼，后斩夜光，河神不服，恶鬼敢挡。 急急如律令，哼！樊本野，公子。 Thank you.
去找小道长哥哥。哎，灵儿。小道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就那条小鱼，它能伤到我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那傻书生呢？公子他，我找到公子了。他在哪儿？我去看看。公子他在休息。休息？在哪儿休息啊？他怎么了？哎呀，小晴姐姐在照顾公子呢。小晴？小晴怎么会在那儿？我得去看看。啊！公子生病了，小晴姐姐在照顾他，我们去给他找点草药。明天我们一起去救婆婆。不行，不对劲儿，我去看看。啊！我们先去找草药吗？我一个人。有点害怕。哎，行行行，走走走吧。为什么500年才炼成一颗长生丹？到底在哪里？到底在谁之上？只要有了长生丹，就可以统领两族了。我会找到他的。婆婆他们就关在那儿长生殿的地牢里。结界，你看，别过来！你们让开，我来。行了。清风，肯定有很多事想问我吧？婆婆，你不是说认识我十几年了吗？那你肯定知道我的身世了。你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是该跟你说清楚了。十几年前，你父亲是一名药师，被抓去长生殿炼长生丹药，你母亲惨遭黑手。后来，你父亲因为药没炼成，也被杀害了。幸好他们没发现你，你和小道长是孤儿，胖妞、小河豚、光头是鱼族的孤儿，你们就是长生殿丁道长的传人。啊！不会吧？他是我师弟。怎么可能？他连人和鱼妖都分不清楚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清风只是失忆了。小道长，你看看他们几个的肩膀有什么不一样？我先来。还有我。我也有呢。有没有搞错啊？绕了一大圈，你们就是我的师弟师妹啊！哎，你看看我的，看看我的，啊！如果你能说出我的印记为什么只有一半，那我就信你了。这，他呀，肯定记不起来了。清风，你来。
黑羽妖抓你就是想找到长生丹的下落。当年你师父怕你回来长生殿，就封印了你的记忆。繁衍生息，鱼族则隐于江海之中。长生殿是人鱼两族的祈福之地，万灵殿封印着两族千万年的恶灵。然而人族皇帝却利用它炼制长生不老的丹药，导致两族天下大乱。出去！都出去！撤！撤！丁道长，在。入冬之前，还练不出长生丹，咱俩的脑袋可都得搬家。皇上万岁！万什么岁？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长生殿有没有消息？皇上饶命！长生丹什么时候炼成？当年你师父为了不让长生丹落在黑鱼妖手里，与黑鱼妖反抗，后来被他们杀害了。长生丹也不知所踪。清风，清风，你已经恢复了记忆，造化如何，还得看你自己喽。还真像那么回事儿。我说婆婆，你干嘛不早点帮她恢复记忆啊？年少的时候记住大仇大恨，肯定会鲁莽行事，时机不成熟。师兄，你的交印只有一半，是因为师父给你刻到一半的时候你突然喊疼跳起来就跑。大哥，你给我回来。对对对，是你是你。难怪你上次被咬的时候样子不会变。是时候去找黑妖算账了。后来你们的师父传信给我，长生殿有难，希望鱼族保护好你们五个。快走，快走。没想到离开长生殿后，你们就走散了。小道士和清风不知所踪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找你们。后来我被一个小道院的人收留，然后小道院的人全被黑鱼妖杀了。我流浪了十多年，一直在寻找对付黑鱼妖的办法。我走散后是被一家农夫收留了，到后来他年老去世，我就想上京考取功名。现在你们的师父死了，而如今两族天下大乱，黑鱼妖当道，势力是越来越大了。现在你们几个已经长大了，既然是第十九代守法使传人，就应该继承长生殿守法使的责任。小晴呢？
晴儿姐姐呢？刚才顾总，小晴，晴儿姐姐，好不容易把你们这群鱼妖聚在一起呀！死妖怪，等我先把你煮了再说。虚年让你们这群小东西跑了，那是你们的运气。死妖怪，我们今天来就是找你们算账的。妖怪，你快放了小晴。放了小晴，好啊，只要你把长生丹拿了，小青自然还给你。哼，来，长生丹在爷爷的屁股里，来来来来来，你过来，爷爷放一个给你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哼。小心！朋友，带孩子先走。好。必定报答公子大人。不必客气，小生无情父母。你是小晴的救命恩人，小晴永生难忘。小女子谢过公子。举手之劳，不必言谢。嫁给那个新郎了，无亲无义，这样的人不值得你相许一生。
清风，终于来了呀！快过来，快过来，师傅，快过来，师傅，快到师傅这儿，告诉师傅丹药在哪儿，快过来。师傅，师傅，清风，别过去，他不是师傅。过来，快过来！清风，你醒醒！快过来！清风！过来，师傅，过来，师傅，快到师傅这儿来！过来呀！师傅，醒醒！快过来呀！过来！师兄，快告诉我，丹药在哪里？说，到底说不说？告诉我，丹药在哪里？清风。那颗长生丹药，我就藏在你体内，否则我就杀了你！是我！有了长生丹，天下就是我的最好有仁慈大德之下，长生殿第十九代传人 我就传授于你。快告诉我，快告诉我丹药在哪里。保精气乃抗衰抵老之上品。枸杞子。久服煎筋骨，轻身不老耐寒暑。我就是红莲灯鱼。我是小河豚。我是胖头鱼。
变成了一道光，飞到了万灵顶里，后来被封印了。老百姓啊，终于过上了平安的日子。不知道黑鱼妖长什么样子。婆婆，有坏人出现的时候，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来？肯定会来啊。对。婆婆，那个很厉害的人叫什么名字呀？清邪恶，正世道。世间百姓都叫他清道夫。我是小七，你是谁？我是傻书生。